再来是定妆，冰敷的那个蜜粉，紫色的，这超可爱的，你看，就很漂亮啊。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 Innisfree 的薄荷蜜粉。那我就半脸用这个，然后另外一半用这个。前要小心，因为它的粉很细，所以会到处飞啊。买它是因为我觉得它包装很小，所以可以拿来那个就是随时补妆用，就是你放在包包里啊，然后假如你的脸就是那个油光满面的话，你就先把油吸掉，然后再用那个补妆，真的是完美。啊！好。OK， 然后我刚刚在把那个撒的都弄掉了之后，我又把它铺上去，然后它是紫色的，所以就有稍微提亮的感觉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点稍重，就是有一点算是香皂味的味道吧。然后也非常的好，粉质也是很细嘛。其实我觉得蜜粉粉都很细。眉毛的话，我还买蛮多眉毛的产品，就是有 Innisfree 的四支，因为他们非常好，就是买一送一，所以我一次买了四支，然后还有一支 Etude House 的。也是必备的，真的都很好用，我试色给你们看，颜色是这样，因为我的头发都染比较淡，所以七号就是比较淡的颜色。Etude House 我就只有买一支，因为它没有买一送一，是 Innisfree 的，这是一号，我觉得就是蛮常态的颜色。就是有点暖棕的感觉，看就有落差吧。就是这样，暖棕，这个就还蛮适合亚洲人的颜，这种颜色。然后再来第二支是，这是七号。对，七号。七号的话，它就是有点冷色咖啡，有点奶茶的感觉。看，它就跟 Etude House 这支蛮像的，只是 Etude House 这支再浅一点。对，还不错看呢。好，再来这支色号是三号。我觉得这一支颜色好像蛮热门的，就是属于浅灰色。浅灰色就是黑发人非常适合，所以亚洲人非常多人会买这支。这支我原本就有了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囤货。再来这一支是，我怎么又买了一支七号？反正又是一支七号。对呀，我怎么买一样的颜色啊？好笨哦。好。OK。那我今天来画个，三号好了，就是浅灰色，不眉刷，就是可以先梳理的眉。眉毛，那眉毛我就快速带过。好的，眉毛上好了，就这个，这是 Etude House 的蓝眉膏，然后色号是四号。
这个的话，我现在不想打开，因为我还有那个原本的，原本还有的蓝莓糕，所以这个我先不打开。Q House 的护唇膏啊，好香哦，草莓的味道。可是我身边的女生啊，大部分都蛮不爱有味道的口红，或是就是唇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很爱耶，超级无敌，我喜欢有香味的唇部用品。然后它没有什么颜色，它就是护唇膏，就觉得。然后，而且那时候韩国非常的干，所以就是买一支护唇膏，就是方便涂一下。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期待已久，然后没办法打开的这个。那呢 ，The Face Shop， 哎，对，没错的这个腮红，这个也是超多人推荐呐、啊、，Katy 也有推荐，它的色号是。色号是 BR01 对，我开给你们看啊，开反了，这样很美，有点裸，有点豆沙色的感觉，然后非常的美耶，哇哦，好，我来上看看。先轻沾一下，怕太显色。好，抖掉，然后上在这里。淡淡的，自然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到特别惊艳。不，什么 Chloe 的，纯露，然后他们也是买一送一哦，所以我一个是要给我妈妈的，然后一个是我买来好玩用的。那我今天要开的是比较不红的那一个，这个好红哦，这是要给我妈的，这我完全。很不会擦啊，然后今天用这个好了，哎，我好喜欢哦，好疗愈哦，就是有点玻璃的感觉，玻璃纸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就稍微把它擦在我的嘴巴。淡淡的，就是不会太浓烈，我觉得这颜色还不错。这颜色是，这颜色是什么？三号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是一号，就这两个颜色非常的不错。它还有出其他颜色，可是其他颜色我没有那么喜欢，就是有一个偏紫，就是有点难驾驭。所以就大家可以去参考 Clio 的那个柜上有，他们很常买一送一，很多东西都一加一，超级便宜的。以上就是我在韩国买的战利品。那我最推荐的是什么呢？我个人真的很推荐这个，这个真的一定要去买，这真的很好用。就是如果你是那个粉扑，那个什么，如果你是海绵蛋爱用者的话，真的要去囤货个好几百万颗，真的很好用，非常非常大推，好吗？真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这个，拿错了，这个也要买，这个也很好用，对。还有眉笔。还有隐形眼镜，好，很多都要买，好吗？那
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记得在下面按个赞哦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